想再次喊着你，好想再次看看你，我这炽热的爱是否太晚？我想再次拥着你，好想听你的声音，没有机会的爱，为什么让我孤单？望着你，我日渐消瘦，望着你，我泪眼半光，望着你，却不言不语，望着你，我终于明白，你就是我，你就是我唯一的爱。心情好像冰冻的你，我已失去了你，在这寒冷冬季里，什么？哥明天出殡，你怎么知道？老丈人想找飞云大嫂谈赔偿金的问题，可是他们都出去了，只有秀丽在。是秀丽告诉我的。不可能，哥出殡，嫂应该会通知我的。秀丽说，他们根本都不想让你参加，当然不会通知你。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我是他唯一的妹妹耶，哥的丧礼我一定要参加。有亮，麻烦你带我回去，我要去跟他理论。佩云，不要冲动，你嫂子既然这样决定，就算你回去，她也不会改变的。你回去只会让事情更糟。她是嫌我眼睛看不见，怕我在外人面前丢丁家人的脸。你不要去管她怎么想，你只要自己考虑清楚，你要不要去参加你哥哥的丧礼？要，当然要。问题是，他会准我去吗？你决定去，我就送你去，其他你什么都不必管。我也要去。蓉蓉，虽然我不姓丁，但是我肚子里的孩子姓丁，难道我不能为还没有出世的孩子向他爸爸磕三个响头吗？当然可以，你们才是丁德峰最想见的。资格这么做，死者为大，他进来是给丁先生磕头的，
你这算什么待客之道？你敢这样看？事实上，他是我们丁家仇人。丁沛峰是因他而死，他害死丁沛峰，奸奸凶手。大嫂，我求你给哥一个安静的告别式，好不好？你让他磕一个头，不会怎么样的。你少帮他说吧。你虽然眼睛看不见。 我不相信你不知道他身上穿的是什么，他居然披麻戴孝，公然在这出现。他以为他是谁呀？他眼睛还有我这个丁太太吗？世锦，把他赶得越远越好。把他带走。是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！ 如果各位觉得我没有资格披麻戴孝向丁沛跟蒙哥头，我宁可就走。但是，如果各位觉得我情有可原，请丁太太看在各位至亲好友的面子上，原谅我的遭此。各位亲友，父亲死了。 明明是丁沛峰生前做丑事，为什么死后让我来承担这个耻辱？还有那个不要脸的女人，竟然当众宣布她怀了沛峰的孩子，不知道是哪来的野种。还有配人更过分，在那种场合，竟然帮了王永如说话，人家会怎么想？真是气死我了！好了，姐，犯不着为他们生这么大的气嘛。你少跟我说这种风凉话。 一定是你办事不力，走漏了消息，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呢？我的大姐，鼻子下面一张嘴，他们随便问也问得出来。现在事情都发生了，你生这么大气有什么用呢？姐，我告诉你，稍安勿躁。您现在手上有这么多筹码，还怕整不到他们？好，我立刻打电话给陈大叔，叫他通知王老板。 1500万成交。哎哎，姐，这太便宜了吧？我不在乎，我只想早点把他们赶出那个屋子，让他来一个措手不及。我要让他尝尝跟我作对的苦头。至于佩云，是吗？你对佩云那么好，他还帮着王永如来欺负你，实在不应该。所以我要给他一点教训。姐。 我去不去？对不起啊。你去忙好了，我们没事了。哎，啊好。我们离开宾馆。
医馆的时候，你嫂子的神情很可怕。她是个有仇必报的女人，这点心理准备我们必须要有。大不了她就是把这个房子收回去，难道还把我们杀了不成？哥都死了，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呢？嫂如果明理，她应该宽宏大量的帮你把这孩子生下来。这是丁家唯一的根，维护这孩子应该是丁家的责任。你没有丁家的任何名分，却有勇气把这孩子生下来，已经很难能可贵的了。嫂子实在不应该再给你任何压力了。我不需要她的帮助，更不需要她的允许。我这么做只为了补偿五千北风的一份情。我也矛盾过，也挣扎过，但是我体内的这个小生命给了我很大的力量。北风死了，孩子是他生命的延续。我相信我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喂，啊，李太太，衣服做好了？好，我马上送过来啊，再见。佩云，我要出去送衣服，你要不要上楼休息一下？不用，我在这等你回来好了。就是来来这不走那个女人，你的东西帮你收好了，可以搬走了。把东西放下，放我就报警了。哎哎哎，搞清楚啊，是我们老板叫我们来的，丁太太已经把这个房子卖给我们老板了，你的东西趁早拿走啊。他居然不通知一声就干嘛？还想混进去，赖着不走啊？你放心，我会走的。我要进去找一个人，我要带他一起走了。佩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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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佩云。哎哎哎，你来找谁啊？我们进屋子的时候可是没有人的。大哥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你们到底是谁？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？那栋别墅啊，已经是别人的，这里呢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。你们到底是谁？
是谁要你们把我带到这里来的？哎，不要过来啊！你再过来我就要叫了。啊！我就是喜欢听女人叫，你叫啊！我倒看看这荒郊野外有谁会来救你啊！啊！来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好！ 你是谁呀？我玩真的。 只要吓吓他，吓吓他就可以了。我警告你们，他是我的，在我还没到手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许碰他，知道吗？知道，大哥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那最好，你们可以用任何方法吓他，把他的胆子吓破了都没关系，就是不许碰他一根汗毛，知道吗？ 知道，大哥。好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不会亏待你们。谢谢大哥。开门啊！开门啊！谁呀？是我有如。哎，你怎么过来的呢？ 这么多行李啊！先帮我搬进去吧。哦。佩云不见，房子也被丁佩来收回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有辆跑车回来没？没有啊。哎，他不是说一直要陪你跟丁佩云去参加丁佩峰的丧礼吗？是去过啦。那后来呢？知道怎么回事啊？这下子啊，佩云可怪不了我。姐。 你放心，经过这次的教训，佩云绝对不敢再跟你唱反调。我已经交代我那两个小兄弟，要想尽办法来吓他，让他了解外面环境的凶险。对一个瞎子来说，任何地方都没有家来的安全。在他最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不计前嫌的把他给救出来，接回家。到时候他一定感动的痛哭流涕，对你这个大嫂，自然也就感激万分了。 我不求他感激，我只要他不要跟我作对就行。欣姐，你千万要记住哦，不要让你两个小兄弟陷入你的敌人。嗯。有如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难道你跟哥？佩云失踪了。什么？又失踪了？哎呦，他是怎么搞的？ 眼睛看不见又喜欢往外面跑，他知不知道每次他一出事，我们都得放下工作忙个半天？林佩云，他真是个麻烦。他怎么了？佩云失踪了。哎，有亮，你找不到的，他不是自己跑出去，我怀疑他是被人带走。大王公子。 小姐晚安。那么丁太太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把房子给收回去了？对啊，所以我才怀疑佩云是被人带走。你问过他吗？没有。
有，你让哥吃完饭再说嘛。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？我今天。喂。我叫丁佩瑜。你哪一位？你不要管我是谁，你帮我找丁小姐听电话。我们这里只有丁太太，没有丁小姐，你打错了。丁太太，丁小姐失踪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究竟是谁呀？你不要管我是谁，你现在关心的不应该是我，而是他。而他现在在哪里你也应该知道吧。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那栋别墅已经卖掉了，所以我派人去找他回来，谁知道他跑到哪去了，我还正在找他呢。最好不要把我们当傻子。丁佩峰跟丁佩云同时出车祸，也许是巧合，但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是巧合。如果是你们安排的话，12个小时之内我希望他能安然无恙回来，否则我会让你们后悔一辈子。是黄永德让我后悔一辈子，你有这个本事吗？就知道了，来来来，快跑，快跑！好，来马拉松吧，等一下就有好戏看了。来，你去哪里跑啊？来呀！哎，别再看啊，戏就要上场了。哎。Thank you.
阿姐，去买早点啊。阿姐，哇，你怎么了？那女的呢？她还是跑了吧。咱们还是快走吧，待会信吉哥来，发现那女的不见，咱们就惨了。小姐，哎呀，怎么办呢？
佩云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你不要碰我！你不要碰我！我是警察，你没看到我穿着警察制服吗？我看不见，我就是看不见，我就是看不见。他们欺负我看不见，他们欺负我是个瞎子，你知不知道？知道这两个这么笨，四只眼睛看不住一个瞎子。我看你也聪明不到哪去，也只有你啊，才会想出这种幼稚的点子。姐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口气吗？哎，这件事可跟我无关啊，我可不想扯进去。在我出国之前，我可不想再节外生枝。好好好。跟你无关，所有馊主意都是我一个人出的。你呢？36计走为上策，一切责任通通丢给我了。哎，怎么翻脸了？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一根肠子通到底，有什么就讲什么。我是怕事情闹大了，对你对我都不好，尤其是佩云，现在下落不明，这个山里啊不比市区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？哎。我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，我可不想他摔胳膊断腿的。看起来是不是很狼狈啊？外表并不重要，你回家之后洗洗换件衣服，你丁佩云又是一个楚楚动人的人了。你不是说别墅已经被嫂嫂卖掉了吗？我还能回哪去？当然是回我那儿去啊。永如知道你回去，他一定很高兴，还有钟明钟慧，他们等的都急死了。我不去你那儿。为什么呢？你不到我那里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？所以咯，走吧，不要让大家都急坏了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再看到撞瞎我的人。你还是送我回我嫂子那儿吧。回你嫂子那儿？你忘了你嫂子怎么对待你的吗？那儿毕竟是我的家，我不愿意跟一个撞瞎我的人同住一个屋檐下。你还是送我回家吧。那毕竟是我熟悉多年的家。你不后悔？
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太太，太太，你看小姐回来了。哎呀，佩林呐，你可回来了？你怎么弄得这样灰头土脸的呢？啊，大嫂。哦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秀丽啊，哎，快扶小姐上楼梳洗一下啊。吴旭剑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你究竟怎么回事？黄永亮，你最好搞清楚这是什么地方。我他妈管你这是什么地方，我只知道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或许我该给你个提示吧。山上小屋，我懒得跟你玩猜谜游戏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明明是你把佩云给藏起来，你还理直气壮啊！我把她带到山上，你看到了？不错，我是看到了。北头山上的小木屋，上午你把姐姐送到银行之后去的地方，佩云就是被关在那儿。嗯。洪先生，你可以改行当侦探了，可惜你这次判断错。是吗？他绑架佩云在先，你把颖茹赶出北府在后，显然是你们安排好的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是为了报复他们两个在丧礼上当众给你的难堪。那我为什么现在又要接纳他？谁想你心怎么想？也许这只是一种假象。好，洪有亮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心里是怎么想。前两天我把别墅卖了，昨天我就叫信吉到别墅去接佩云，免得他一个人流浪在外。结果信吉到了别墅，佩云不在，连王永茹也不在。当天下午我就接到电话，说佩云在小木屋，要我们带钱去数，所以信吉才会在小木屋啊。好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们最好跟警察局联络一下。因为我已经报了案了。姐，你疯了？怎么会变成绑票呢？还不是为了要洗刷你为什么到小木屋？自己不小心被人家跟踪都不知道，还要我去帮你收尾？可是，他已经报案了。你只要把你两个小兄弟藏好就行，其他事情就简单了。我来可以的，大嫂，我佩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，把你吓成这个样子？我从来没有碰过这么可怕的事，我觉得好可怕，他们欺负我眼睛看不到。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吓我，他们还想占我便宜，我觉得好肮脏，好龌龊，我不认识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，我没有跟任何人结过仇啊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对我，为什么？没有一个地方比自己家更安全，回来就好了，就当作是一场噩梦，现在一切都没事了。嗯，来。你好好休息，待会吃饭的时候我再来叫你啊。大嫂，嗯，你不会怪我吧？
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，你好好休息吧。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到那边去？你明知道他大嫂对他不好的，我看这下子他不会有好日子过了。也许我们想法都太武断了，因为佩云在他最脆弱的时候都会想到回到他大嫂那儿去，可见那个地方对他来讲才是真正最有安全感的地方。我不放心，我要去找他。你去你怎么去啊？你怎么面对他大嫂再吵一架？吵架好啊，我陪你去，吵架我最行了。你骑什么后马啊？你更不准去，你不去还好，去了准出事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好像我是专门惹事的。看吧，为了丁佩云又吵起来了，人家都已经回去睡大头觉了，你们还在这为他自相残杀。哥，你就别再管丁佩云的事了好不好？人家借了你不把你给，怎么样？他们能对我怎么样？他是不能对你怎么样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是撞瞎他的人哦。撞瞎他我已经道过歉，赔钱的事也在进行，那还要我怎么样呢？不要再抬杠了，牛茹啊，我看你今天就不要去了，改天我再陪你去好吗？我去上班了，我去洗个澡，待会再出去跑车。我回房收拾行李了。你上哪去？世界这么大，总有我容身的地方的。留下来吧，如果你不嫌挤的话。我知道，我一向不喜欢麻烦别人的。我又不是别人。曾经我们之间有个丁佩峰，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呢？钟明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个不谈恋爱的朋友？我站着，姓洪的，少在这撒野！我说林氏，你站着。一字一字收到心中不痛。姐，我只要一通电话，管区警察立刻就会请你到派出所去。来来来，志宏志宏，志宏志宏。谁欠来的钱啊？我叫我房子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没有人动你的房子，我心疼，知道不？是，厕所里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去借？也可以做你一切想做的事。该你多全看你多的。如果你做的不能令我满意的话，下次来找你不行。我听好，从现在起，赔偿金的事由我自己负责。在嫂子下个月离开国内之前，我必须拿到它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只有法院见了。秀丽，我们走。佩云，佩云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逃避赔偿金的问题。打算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我该怎么办？怎么跟你讲？叫你不要跟你讲，全都这些你要见，叫你不要赌，你要赌。